进来了吗？有人了不？啊，大家好。进来了。哎，看到大家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陪我过生日。我是你们可爱的面包，我好美啊！嗯，谢谢。冬至快乐，冬至快乐！哇，非常的感谢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太美了！金发鬼，对，今天特地去假装染了一个头发，就是为了见你们一起过生日。我是不是迟到了一分钟啊？然后今天其实本来是想给大家唱歌的，但是又非常的遗憾，怎么又跟去年一样没有办法唱歌，因为我嗓子发炎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给我唱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我嗓子发炎了，所以我今天可能说话说的不能太高亢，不是我的风格。今天可能好好珍惜今天我的风格，以后可能都不会有。怎么发言的？着凉了，应该是那天拍照着凉了。对，他们说可以连麦耶。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们问问。本来也是想说有弹个琴什么的，但是呢我的这个关节这里也受伤了，最近不能弹琴。唉，真的非常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下次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。这个没事儿，这弹多了它就这里有一个那种摸着就是感觉像骨头凸出来的一样，但没什么大事儿，影响不了。然后看到有粉丝问我的牙怎么样，就是这样，我的牙呢也不用担心，今年呢，哦，马上24年了，要好好珍惜我的缺牙，因为明年我的牙就不缺了，明年大家就看不到缺牙的我了，嘿嘿。然后非常的感谢大家没有因为我的缺牙脱粉啊。大家感觉我现在是不是非常的温婉，但其实我是这么做的，就露了一下啊。我这牙其实我之前看到有评论说因为我的牙关注我的，还挺感人。还有我的牙特别适合撸串，哎，这个我想了想，我冥思苦想啊，确实因为上面跟下面都缺了一颗啊，这里两颗这里两颗，撸串就是就撸，这样咔就很省事儿，对吧？然后喝水呢，就是喝水呢，它这个吸管呢就自动的，它就从那个牙洞进去了。有人说放点 BGM， 要不要放点什么？这是啥？啊？哦啊哦，姐妹，接下来 BGM 是我的新歌《爱如此》，哈。他们说要连蓝牙。今天呢，就是我的最近出的歌都比较悲伤。好，我说话小声吗？我说话不小声吧？应该，我还特地准备了麦，我怕你们听不到我说话。孤烟夜，这样跟你们说，歌悲伤。最近大家有听新歌吗？爱如此，还有怕梦，然后有没有追剧啊？我最近追了，非常清闲啊。那我就这么说，我有追剧，然后怕梦呢。本来我今天想唱怕梦，然后想唱爱如此。
想让挑战打开等等等。但是虽然今天不唱，很快没几天你们就会听到帕梦的现场，希望我那个时候已经恢复了，一定会。对，是有点遗憾，但是谢谢你们能来，我还怕我不唱歌就不喜欢我了呢。哦，雪河的现场也会有，想听 R&B 的风格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现在嗓子唱是什么感觉？啊，我现在唱不了，不唱了，等我恢复恢复。喜欢我整个人，哎呀好感动。喜欢面包，我是丝滑，不唱了不唱了，今天不唱了，一会儿大家准备准备跟我连麦，我听你们唱好不好？哇，五四年老粉，谢谢。下周考试加油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要玩点什么游戏？可以吃播，可以啊。我刚刚点了那个梨汤，说梨汤对嗓子好，可以帮我开一下不？梨汤，等会儿一会儿吃。对，不送礼物哈，咱们不能送礼物。我应该这个应该不能送礼物，对。哎呀，祝我跟大家工作都顺利，还有考研的呀。哦，对对对，最近要考研了，加油加油。我有同学跟我说23号和24号要考研，加油。我还好，我没有瘦，我只是脸小，我只是脸小而已。惊喜之夜是什么来着？那惊喜之夜是啥？抖音。哦，对，哎，那个在确实有杭州的活动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梨汤，非常的暖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免费的吃播梨汤。哎，有用。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有用，然后昨天我的偶像告诉我梨汤有用，我今天就喝一喝。想吃啊，来魔星先吃。嘿嘿嘿，好烫啊。偶像是谁呀？我偶像不告诉你们。你们的偶像是谁呀？吹吹，好。魔星先喝。黄霄元啊，哎呀，非常的荣幸能够当你们的偶像。哇哦，小品时刻，我今天没有小品，今天不太合适有小品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想看我干什么？哇，里面是空的耶。这个是黄桃吗？枇杷。胖大海吗？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胖大海，因为我之前总觉得嗓子没有必要刻意保养，就是我们贵州人从小吃辣椒吃到大，然后没有说什么吃辣椒开嗓的，就是没有特别的说一定要不吃辣，或者是要一定要吃胖大海或者怎么怎么样，就自然的让它。要不然太娇气了。
但是确实我发现就吃了这个梨之后缓解很多，嗓子就真没那么疼了，建议大家试一试。最近很多人都感冒了，我知道。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？明年，我明年一定开，绝对开，无话饼的。保重。好，雪和现场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什么时候？1月份。我去年今年在南方开了演唱会，那明年听说大家想让我在北方，要不要？我怕开巡演没有人来看，如果有人来看我就开巡。那演唱会呢，肯定是一年比一年要好，各个方面。今年第一次开演唱会，也知道自己有很多很多地方不足，然后这样的话明年就会更好，不管是什么方面，狠狠的期待了，哼哼。我最完美了，哦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完美，我很满意我自己，放心，我很爱我自己，我说的。不要怕我不自信好吗？其实我先不喝了，我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天。其实今年演唱会之前我大概有3年的舞台恐惧症，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是一个歌手，然后我要经常面对舞台，面对你们，我有舞台恐惧症这个事情。因为我在台下，其实你们应该看不出来，我在台下我练得特别特别好，但是只要一上台我就特别特别紧张，持续了3年。但是然后从去年演唱会之前的那个夏日歌会那个直播，我发现好转好多哦。因为我就是我看到魔星和就是你们，就是能让我自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。所以今年夏日歌会我那场我就根本就不管，我觉得放开唱就完事了，我又不需要证明什么，我也不需要证明要给证明给谁看，我唱歌唱给是我喜欢我的你们听啊。然后演唱会呢我就完全放开了，第一天有点紧张，第一天还是有一点紧张，然后越来越放开，我就克服了这个舞台恐惧症。我现在非常非常期待每一次的舞台，每一次上台我完全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，而且现在魔星也越来越给力，每一次就是在舞台上都有看到你们，哦，这就是很感动，真的谢谢每一次你们都从全国各地来看我，陪我一起唱歌，这辈子都不够给你们唱歌，所以不用担心我，我真的很满意我自己啊，完全没有什么不自信会被什么流言蜚语而影响，没有的没有的，我没有必要去为了谁而活，对不对？我为了谁去改变自己吗？没有必要，做自己，然后自信的唱，好好写歌。嘿，大家就在祝我生日快乐，非常的谢谢。你也可以祝今天过生日的哦，同时要祝今天过生日的郭涛老师生日快乐，还记得吗？歌手经纪人郭涛。这啥呀？对，哎，带起来，好像可以歪一点。我带对了吗？怎么带的？带反了。啊，带啊，对。我带对了吗？带反了。还有尚文杰老师， yeah. 还有天梯里面的伙伴老七，这是我认识的人。今天有跟我同一天生日的吗？这是我认识的。不管怎么样，
哎呀，头发乱。不管怎么样，哎呀，头发乱。躲起来，这样我美颜会不见的，请小心一点。然后今天祝大家冬至快乐啊，记得吃水饺。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脆一点，他的冬至好搞笑啊，这样哦，嗯，脆一点好看。冬至饺子我还没吃呢，我想吃，等一会儿就吃。我头发是不是乱了？有一点，没事。那，哦，今天还有要吃汤圆的。大家在抢红包。抢得好好嗨呀、啊！我喜欢吃什么馅儿？我很多馅儿都喜欢，我们不挑食的，有肉里面有肉就可以。呀，把你美晕了，你怎么能在这里发呢？带我去更远地方，去他乡，陌生方向。非常的牵强唱的。好听，谢谢牵强的鼓励。哇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已经25岁了耶。哦，对了，我没有开大眼，声明一下，虽然有美颜，但是没有大眼，因为我的眼睛不能开大眼，开大眼太吓人。我表演一个开大眼啥样啊？开大眼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呜呜妈，咦，嗯，有的。有的黑人哦，回去回去，没事，回去，我回来了啊，我回来，回来，不要截图好吗？不要截图吗？好，没事，我越说不截，你们都会截啊，懂了懂了，吓死了哈，我就说，对吧？今天状态不好，有一点点美颜很正常吧，但是见过我本人的模型应该也觉得我其实。应该比照片好看，见过我的人都这么说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你们想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最近附近有一家饺子，就是特别特别大一个，按个儿点的那种，特别大，然后6块钱一个，6块钱一个是那个猪肉白菜馅的，5块钱一个是那个韭菜鸡蛋馅的。然后还有牛肉萝卜馅的，那牛肉萝卜馅的好吃，有有有。哎呀，那我在这吃太馋你们了，明年多多营业 ，OK。我最近发现一家按个儿点的饺子，真的还挺好吃的。哎，有没有去年也看我直播的魔仙呀？哦，我最近真的带了儿化音，但我是一个南方人哦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你们在带动我的气氛，我的声音在越来越高。哎，我真的嗓子突然就好多了，没那么疼了。魔星是良药，对。刚刚表演了开大眼，现在表演开瘦脸。嗨，大家好，瘦脸大眼一起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，我是面包渣，我是面包渣。磨皮，磨皮，
至尊芭比啊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面包渣，面包渣。好，回来啊，回来，回来，没事啊，回来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那个，这是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那个刚刚那个是，我的妹妹面包渣，然后不好意思把她放出来了一下，她性格就那样，有点吓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个最近大家注意保暖，注意安全。我的弟弟面包酱，面包酱，下次再带大家来见，不，下次再带面包酱来见大家，下次再带大家来见面包酱啊！我是你们的粉丝，你们是我偶像。对，魔星能治愈面包，面包也能治愈魔星。哎，你们跟我说说我怎么治愈你们了呗？我真的每次看到，觉得经常是就是我毒性嘛。看到我的歌陪你们度过了一些就是比较灰暗的时刻啊，等等等等，我就感觉好像有没有被我治愈了，被我拉了一把的感觉。以后出歌呢，也会有很多歌是我都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，就比如我的第一首原创《打开》，虽然不火啊，但是我依然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歌。那些火不火真的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跟魔星我们能懂这首歌，就像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听到打开的前奏，你们是什么感觉，我就是什么感觉。我们是心有灵犀的，所以说才能走到一块儿，才会遇见，缘分到了就会遇见。世界名曲，对，打开世界名曲。哎，还有星辰大海的合唱，哇，真的很感人。你们就是我的魔星，就是我的。懂我意思吗？魔星就是。没这么小，没这么小。光之黎明，魔星就是光之黎明。哎呦，有鼻涕了。哦，泡面的故事正好趁现在讲一讲。已经有三年了吧。泡面的故事呢，就是有一次我坐飞机，然后太饿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很晚了，是最晚的飞机。然后太饿了，我就去吃了泡面。当我把它泡好之后，在边吃边快乐的走去登机口的时候呢，我发现登机口关了。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广播了，他说现在太晚了，广播就只有登机口能听见。然后我就因为那桶泡面错过了一个飞机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泡面的故事讲完了。那啥呀，又是，妈呀，要你带的。哎。哇哦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惊，不要这样，美颜好吗？大家想看我带哪个？这个要晚点。要看哪个？来，一二三，选。这边一二三，全部带。这是我们后面的游戏。哦，这后面游戏，那现在就看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你们这问了没用，每个人就是心中都有自己想要我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一会儿开心的话，全部都带。不过选一的好多呀。那我现在要带吗？不用吧。不是说一会儿玩游戏带吗？毛毛。哦，对，好。说选这个的最多，好。是这样吗？好。好可爱。这个小兔子。
可爱可爱，喜欢吗？你们喜欢就好。对，四季与你，哇哦！四季与你是2020年发的歌。最近其实也录了不少好听的歌，然后明天还要去拍一个 MV， 是一首那个非常一首老歌，一首很好听的歌。要找梁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可以把面光补一补。来，我看看怎么补啊？这样吗？我的脸是看不清楚吗？可以看远。哦，卡了，网络差。嗯，会不会卡？我看到我这里网络有点差。我不会，行，不会就好。什么时候发专辑？哎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怎么能透露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在未来会发。哎呦，我真的好感动哦！你们能陪我一直聊天，好感动。北京鸟巢演唱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在未来会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什么时候连麦？他们问我，哎，什么时候玩游戏？现在可以啊，我打个你，差不多8:30的时候可以。来，再唠两分钟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再唠两分钟，我觉得我能跟他们唠到天亮。今天晚上不睡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聊一整个通宵。姐姐，嗨，我是面包姐姐，脸颊比心。我是大美女，对，我是大美女，宇宙，最可爱、善良、大方、性感、火辣、活泼的大美女。新发色好漂亮，谢谢。那我呢？我开玩笑，你们不能熬夜，不要学我，好吧？对身体真的很不好，抵抗力差。你看我这例子。这就感冒了，抵抗力差，对不对？我不熬，我最近努力的在调整。对，明明猜出来了，我最近发的歌大家最喜欢哪首啊？我猜是怕梦，我猜的啊。爱如此，哎，好的，也有，哎，明明，哎，都有，哎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雨露均沾。在 Falling 的歌词已经写完了，是主题就是，依然是跟打开很像的那种，就是宿命感，然后有一种玫瑰星云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的感觉。好，玩游戏。啥游戏？直播组上线，这个是。哎，这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清楚？你们放一下。emoji 猜美食。这啥呀？就是大家就是10秒钟能猜出这个美食的。哦，我们这是一个热身游戏，就是先猜一下，我们热个身，就是先玩一下这个游戏。大家能猜到吗？你能猜到吗？你也不知道从哪里，从这个骨头吗？不是，从这里开始，因为它是反着来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来吧，大家一起猜。红火球骨，圆红四个字的那个美食。
哎呀，他们猜到了，红烧排骨。好吧，哎，我猜错了。嗯，哎，还有啊，嗯，这个是过看饭饭线，过桥米线。哎，你比他们快。必须的，我还挺喜欢吃米线的。哎，他们说面光可以再多一点，哎，让朵姐出来加一加。朵姐，是看不清楚我的脸吗？这样看得清吗？没电了。没电了？我没有，我不这么说。哎呀，不对，他还能再加吗？他说加量。哎呀，他们都猜出来了，羊肉泡沫。哎，这个量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现在看得清楚我吗？好，下一个。这个，过来。十。9 8 7珍珠珍珠奶茶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你快点，猪骨水煮排啊，他们猜的比我快，水煮肉片，水煮肉水煮肉片，射竹鸡胗，哎，这是啥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射爆鸡胗，哎，宫保鸡丁，他们猜出来了。你们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美食博主下线了。好厉害啊！哎，这个，这个猜过。啊，朵姐，鱼香肉丝，哎呀，你真好强，这么多吗？这是男女。飞啊！夫妻背背，夫妻背，夫妻背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松脸，松脸，松南，松南雨团三饭啊，松啊，松仁玉米。啊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呀、啊！天啊，我以后不是一个美食博主了。冻奶走音，冻冻眼镜，眼镜蛇，四冻三什么啊？一。不是，哎，大家都没有猜出来的，哎，都没猜出，是，等会儿，你再猜一下，这个冷，哎，哎，没有一个人猜，冷奶，冷冷老，冷冷老狗给，他还可以，奶还可以说什么？老，对，婆。不是，东坡，东坡，东不对，四个字，东坡走走肉，东坡走儿，耶，哎呀，走，怎么有人说孟婆呀？哎，这啊，这个过了，八，八，八黄。八黄红薯，不是看颜色，不看颜色，嗯，就第二个不看颜色。八色红薯，有人说了，八色红薯，都猜到了，那不是叫白丝地瓜吗？我从来没见过说白色红薯的，我这边都说地瓜。四庆串音。四吹，四吹，有对的。四喜丸子是，我没，四喜丸，我没吃过，我没吃过，甜的吗？但都这么厉害，乾隆，乾隆白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乾隆白菜就是也是这边的，用那麻酱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个是，哎，真的油焖垂虾，油焖爆虾，
油焖大虾，油焖大虾。哎，哦，树鼠鲑鱼，松鼠鲑鱼。哎哎，对的对的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他们也很快。是的，大家都。蛋饼瓶子，果子，蛋饼果子，煎饼果子。我是看到他们说了，还是很快。哎，最后一张了哟。OK， 笑，好笑鸡翅，可乐鸡翅，可乐鸡翅吧。对。啊。还有这个。紫火气鱼，紫热，还在可乐鸡翅呢。紫热气鱼，哎，啊，他们说对的，自然鱿鱼，哎呀，好棒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是美食博主，太厉害了，你们才是美食博主，你们才是美食博主，我以后不说，你们才是美食博主，以后我不说我是美食博主了。有 Oracle， 孜然鱿鱼还在孜然鱼，现在没有孜然鱿鱼了，现在没吃的了。哎呦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怎么办呀？我还没有哦，我昨天其实偷偷已经吃了一点蛋糕了，忍不住。咋了？我说这些菜里面给大家就是讲解一下你不喜欢。好的，那既然工作人员让我讲解一下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讲解一下。红烧排骨好吃，过桥米线我最近很喜欢，羊肉泡馍是不是陕西那边的呀？舅妈给我做过，珍珠奶茶我特别喜欢，水煮肉片是辣的，四川的，宫保鸡丁是北方的菜吧？真的每道菜都知道。然后鱼香肉丝也是这边的，还是上海的。夫妻肺片是四川的，凉拌的。蒜蓉玉米也不知道是哪里的。反正我也会做，东坡肘子，这肘子一看就东北的那种感觉吧。哎，东坡，苏东坡，哎，应该是那一块的，漳州户。完了，全国各地的美食我都爱，拔丝红薯我也会做，四喜丸子我还真没吃过，刚刚说的，川菜是吧？东坡肘子啊，知道了，乾隆白菜是这边的。然后油焖大虾是哪里的？油焖大虾是哪里的呀？不知道，完了。反正好吃就对了。山东的，哎，对，山东的。哇，松鼠桂鱼是哪里的？哦，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，这个好难做哎，我感觉。煎饼果子，哎，那这煎饼果子是东北的吧？嗯，好吃，北方的。可乐鸡翅好吃，哎，孜然鱿鱼，哦，好像没吃过。天津煎饼果子，天津的，东北你老家，铁板鱿鱼，哇，哦，他们说破一百了，哇，恭喜破一百了，那破一百了有什么奖励呢？奖励我喝一口水。这个原版，这原版这个声音啊，奖励连麦，他们说讲点麦，他们说要连麦哦，连麦晚点连麦吧。工作人员说晚点连麦，我们玩第二个游戏吧。第二个游戏，你画我猜，你画我猜。就是我画，你画，然后你们猜。我画，你们猜。对，也是十秒的时间。十秒的时间。这次就是有惩罚游戏，就是有反正就有福利游戏，就是你们猜对了的话，就是有一个转盘，给大家看一下转盘吧。转盘。转盘大家能看清楚字吗？看不清，有镜像。哦，有镜像。那你喷我后面吧。我说话说不清楚了。Link， 手势舞。哦。三种语言版的我爱你，然后是可爱舞连拍。
这是啥呀？这是要让我做的吗？啊，对。我是不是瘦了呀？我现在为什么感觉脸凹了？是光的问题。好，福利啦，这也不算惩罚，过生日没有惩罚，是福利。是福利。哎，你们的福利。那我要比划了。来来来，我没瘦，我就脸。让他们看。就是、哦哦哦，你得比划给大家。哦哦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第一个。我不能说。对，你不能说这三个字，其他你可以用身体来表。几个字？这个。三个字。是一个网络用词啊。我是谁？我的小名叫什么？最后一个字。对对对，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，他们都是问号。哎，我觉得我挺有表演天赋的呀。哎呀，有人猜对了，怎么办？有人猜对了，三个字是对的。有人猜对了，我刚看到了。前面两个。他们在显眼包猜对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我刚表演的不算好啊。对那这个就没有啊，这个太久了。第二个简单。你就说几个字？哦，两个字。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也是一个网络用词。害羞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可以可以，猜得很快。那这一把转一个吧。我转吧，你转。来来，三二一，哎呦妈，土味情话。土味情话。我没有经验，给我找一个。找一个，找一个。你有没有一次？有没有公然作弊？那我没有作弊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奖励多说几个吧。啊，这是要互动的。我昨晚睡得一点都不好。怎么啦？被子太轻了，根本压不住想你的心。下一个，你会弹吉他吗？会不会？啊，他们说差评，会不会啊？那你为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？没意思。好，我犯错了，我今天犯错了。爱你我不知所措，好，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样的区别吗？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的心里。好了好了。如果有人会 P 图的话，麻烦把我再 P 上试试。第三个，哦，第三个大家猜哦。哦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还是一个网络用词。嘿，嘿，嘿。他说击毙你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哎对了，有退退退退退，好了，然后再来一个吧。哎呀，是什么？哦，再来一次。啊，不行，土味情话，这个摇过了，我们就再来一次吧。我不行了，懂吗？啊 ，wink。wink 啊，哎，跟着节奏来 ，wink 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歌太快了，没事，可以。还记得那个 wink 吗？好啦，好啦，不就是个粗粗的 wink 吗？这回难得到我绝命 wink。哦，对了，我的英文名叫 Wink 肖云。哦，这个啊，四个字。
四个字啊。哦，就比如说我看到了什么，哦，天哪，然后我是什么品种，哦，不是，我是什么性别，不会是我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是手，不对不对，我是面包，我是什么品，不是，我是女的，然后呢，我是什么样的女的呢？就是在你们心中，我是什么样的女的呢？我看到了什么，让我哇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，我找到什么了？我挖到什么了？我挖到什么了？哎，这个形容应该可以。对，这个形容。我挖到什么了？挖到美女了。美女，挖到美女，感觉不太吉利哦。哎，猜对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宝藏女孩。哎，来个吧，来一个吧。哎，不行，这怎么老聊到这儿？ pass。 等会手势舞，我头给他们。会手势舞吗？有点难到我了。这个吧，就这个这歌算手势舞吗？你要让我现场学？不不，没有，你有会的吗？我们来随机的。我只会去年的那个。啊，我有啊。等我找一下。我来找一下。什么来着？这个吗？前年的哦，去年的是几张开？要不我就跳这个吧。好。好像不太熟的样子。摇个花手，因为他们要说我作弊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这，科目三怎么了？科目三，他不知道科目三，没有冲浪最近，咋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也是一个手势舞，最近比较火的一个，你应该没事，你拿出来，我看一下，不要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们看来不太适合我的样子。哎，这个很好，面包，这个你们猜不出来，真的，哎，我说出来了，听到了吗？大家有听到吗？啊，看来没有人刚才注意，哦，没有人听到。他说没，啊，真的吗？没听到，那你们猜一下，两个字，又是我啊？怎么今天都是我？好，猜对了，猜对了，猜对了。啊，你们好聪明啊！水有点烂，来摇，摇吧，花式比心，哎，果然美。花式比心，花式比心就是一、二。截图了，截图了，三、四，没了，五，哎呦，还有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融合，可以可以过关，下一个吧。喵。哎，这个也是跟你有关的。怎么又是我？不是又是我，是我最近用魔性的话，就是我最近出圈的那个造型。哎，没有出圈啊，不是那个视频出圈了，应该是小出圈了。人，对，好聪明啊，人鱼公主。是的。哇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呦，不能唱歌，不唱。来吧，这个等会儿移不动，这个太硬，那就这个吧。注意嗓子。大姑挑战。好。大姑挑战。这简单。
没事的，朵姐，你放弃吧，我这发型啊，它就这样了。我夹子吗？我不夹呀，我什么时候夹子了？我说话声音就这样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造型？这是，我看看大家是什么。天线宝宝，美杜莎。这个是美杜莎。美杜莎戴的是蛇。比较好玩，就是搞怪的。搞怪的。耶。那就先戴这个吧，我们来下一题。哦，这个来，你要表演啊？哦，我要表演。我会三个字，有声音效。嗯啊，嗯嗯嗯嗯，好吧，我天。啊，哎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厉害厉害。对，骑摩托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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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聪明了。哎，不愧是魔星，真的。我们都不用猜了，直接把这上面所有的、所有的全，没事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跟魔性玩是很开心，你要去看。正好这个表情包，要做什么表情包？来，你们说我做还是说表情包？开大眼，啊，刚开过了，双下巴我不要。大妹，喝水，喝水是表情包哦，让我喝点水，好贴心啊。害羞的表情，嗯，讨 ，no， 嗯，圆脸特效没有圆脸特效，没有圆脸，只能这样，只能这样，然后，哦，好的，130万了，谢谢大家。做了几个？然后吃播没有吃播。撒娇，嗯，撒娇，嗯，见到小狗狗了再撒娇吧。撒娇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不要，讨厌。我感觉这个声音只有我能听得见，说不出来。他说给他一拳。给你一拳。给你一拳。哦，其实大家都听到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拿着麦。哎呀，接下来是三个字，胡了。这个太明显了。鹏，我回忆一下我妈经常说的“三缺一”。呜，哎，玩，呜，录完。我打麻将，哎，对啦，五连拍，五连拍，来五连拍了哈，好，五连拍，准备好截图了，三，你来说一，三二一，开始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耶，可以啦，哦，没过瘾。多送几个，来这个了，这个表演啊，蜘蛛侠，哎，怎么老把他读出去啊？好的好的，pass了这条啊，刚说让你表演，我差点又读了，四个字，哎，第一个字是。四个字，然后，哎，有人对吗？差一点。哦，有人对了，没开眼笑。哦，对，没开眼笑，对了。对的，对的。多姐，我想涂唇膏，我嘴巴脱皮了。好的，那等你涂完唇膏吧。没事。对，我嘴巴脱皮了。福利三种语言说我爱你。三种元素爱你啊、那第一种就是我们的中国话，我爱你，
出个成分。第二种是英语 I love you。 第三种是说德语 Ich liebe dich。 还有吗？还有别的？哦，认真点。我爱你 I love you Ich liebe dich。 我自己涂。哦，这是口红。还有粤语，好多人说粤语。还有贵州话。好搞笑哦。嗯。现在是挑战。嗯。嗯。广东话我爱你怎么说？黑凤雷，对对，这是喜欢喜欢喜欢也是可以的。我爱你，哎，这是贵州话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广东话吗？啊，贵州话，贵州话是我爱你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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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可以了啊，下一个这个是两个字，就是我看到它我会，哎，有只狗就。就会有这种反应。哦，你们没见过，就是曾经跟我一起直播唱星辰，哎，大海的，还没太对，哎，他们是说啊，有只狗，哎呦，小狗狗，小白，嗯嗯，对的对的，好棒。那就是来个新年祝福吧，还有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就要。那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马上我们就要过新年了，非常的感谢大家又陪了我一年，然后祝大家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健康啊，最重要的一定要是健康平安，祝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都健康平安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没有烦恼。好了，嗯。他们在说悄悄话啊，我们说我们的，他们说他们的。你要现在也可以跟他陪你到老哦，现在可以连线吧，那就每个人连个30秒左右吧，大家就是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一下。工作人员说每个模型呢连30秒左右，我们选5个人吧，到时候。然后说要审核是什么意思？要审核，就是连麦，看看，怎么搞？是不是这里？我看一下。嗯。哦，这么多。这里是连麦。直接点就好了吗？还是说我随便选啊？你随便选。我就怎么说呢，就大家把想说的话就集中在一起说。好，嗯，那我先。好多呀，怎么先，那就第一个吧，直接一等待了55分钟。不是，嗨肖云。不是，嗨肖云。没有声音，就是，哦，没声音。可能，哎，他在说话，是我们没声音吧？你看一下，你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哎，不对啊，大家能听得到。我的天哪！哦。Hello。啊，有了，那我就不拿这个了，先。哇。好，微信好。就是你，就很好奇你牙齿什么时候去补一下？什么？牙齿什么时候能补齐？你牙齿什么时候去补？哎，你都没听我刚刚说，我说明没不，我牙齿不补啊，然后明年就长齐了。嗯，长齐？对，它会自己长齐的，不用补，我的牙齿不用补。那你说谎动物什么时候发出来？说谎动物是什么歌啊？是我的歌吗？演唱会上唱的那个，这个有现在就不太方便说。哦，这个都懂啊，懂啊，都懂哦。你懂啊？嗯啊啊，懂都懂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懂的都
那我们就下一位啦。哦，好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哥哥。啊，hello，hello。嗨。我那个我是今年开始喜欢你的，就是你上春晚，然后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，然后在 B 站上听了很多歌，然后就被你实力征服了，这样。哇，谢谢。那个我特别喜欢你那个《四季与你》。哦，2020年的歌。对，我然后我 ID 就是那个。我们在秋季追落叶的那个秋叶。秋叶啊，好的好的，我记住。然后给大家整个活，听说你特别喜欢吃臭魔星，然后给大家表演一个臭魔星吃面包。哇，不要噎到了，喝水喝水。臭魔星吃面包，哎我天，不要噎到不要噎到，你是E人吧？嗯。你是个E人，大家其实我是个I人，对，没错。哦，你是I人，有没有要送祝福？嗯，没事，那个祝福大家都在送，就是、嗯、希望。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，嗯、对，然后做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然后为了心中成为自己理想的那个自己而一直努力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。一定会成功的，有你们，我一定会成功。Okay, 谢谢，我们下一位。拜拜。Hello，Hello。生日快乐，然后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以后做自己。Hey, 谢谢，都是男粉哈。然后今天是冬至，然后你吃饺子了吗？嗯，好，我还没吃，其实，但是他们已经点了，大家记得吃哦。Okay. Yeah.冬至快乐。然后今天那你们就是冬至那边会有什么习俗吗？我家里会吃萝卜。我家里应该就吃饺子吧，好像冬至，但我都其实记不清楚，因为其实我的生日就在冬至，其实每年过生日每年冬至我都吃蛋糕。哦，那挺好，我也想吃蛋糕、嗯、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女粉要被翻，女粉。那我做的女粉，请让大家扣一百。等一个黄湘云的时代，然后希望面包能，越来越好。然后我们魔星都期待着面包能够，有迎来一个自己的时代。谢谢，谢谢。有你们就已经很幸福啦。哦对，不是那个老师，哦不是，那个男妈妈，您可以唱首歌吗？嗯，因为嗓子有点哑，因为跟面包一样，可能最近有点嗓子哑，前几天也说不出话，所以也想面包能够注意身体。然后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嗯。那我们就下一位了，最后一位了。好，面包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女粉抽啊，女粉。哦，要是我会有问题哦。好的，我先看一个啊。女粉，我刚看，其实不好找，你说真的不太好找。这位应该是女粉吧？这位特别特别亲。特别特别兴奋，首先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然后我要跟你说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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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还有很多很多魔星，大概有几十个魔星，我们一起准备了一场魔星春晚。哇，到时候你要来看。在哪里？到时候我们会发到 B 站上面。在 B 站看春晚？是的。好的好的，看魔星春晚。哇，是的，我到时候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看。嗯，好。好开心，我感觉我的人生圆满了。我的人生也圆满了呀。呀，人生那个因为我而圆满是吗？
是的，我哭了，天哪！哎呦，我妹妹，你想听听什么歌呀？哎呀，听什么歌？要不听个 Oracle 这种？啊！哎呀，不，那个听个最近的新歌，你会不会唱啊？会。要不要？明明还是怕梦，怕梦吧。好，怕好梦太美碎，更怕会无梦可亏。哎呀，我有点忘词了，空悬着年年岁岁啊。此生所求是安慰。你可以出道了。我其实我现在正在准备那个音乐艺考，我想要考上央音，跟你去同一个大学。啊，加油，没问题。考央音的话，你要考那个央音，就只有声乐歌剧系哦。好的。那祝你考试成功。好，我前几天还梦到你来我们学校，然后祝我考试成功了，真的。哇哦，美梦梦想成真了，梦想成真了。你看看，魔星每一个人都会很幸运的，梦想一定都会成真的。好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，要来看春晚哦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那可以连上了，哎，可以连上了。哎，我们要付老多蛋糕，你可以那个买个蛋糕吃。等会儿吧。嗯。哦，马上到了是吧？是。要不要再连一下？我说话声音有点小，我怕他们听不到。看能不能连上。是否是？大家听一下。那个工作人员说刚刚最后一个人了。喂，好，有。有了哈。嗯。不好意思啦，今天连线就到这里啦。我们真的是一年一，现在声音还小吗？我用话筒了，应该不小了吧？有吗？我看，应该有吧？有的，在呢。不小，他们说不小，没事。Okay. 就是大家也知道，我的直播基本上都很少哈，基本上一年就一次。就生日的时候跟大家直播，因为我平常你们喜欢我直播吗？那我一年一次啊，一年一度的直播，哎，一年一度的直播才显得珍贵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以后我们就十年一次，这样就更珍贵了，哎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看一下啊 ，no 要当真 ，no 要当真啊，日常跟魔星玩一玩嘛，那我再试一个发箍给你们看一看，嗯，最后一个发箍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发箍。就这样吧，头发乱了，没事的。太忙了，那我们就进入最重要的环节了。什么环节？要不要带这个？感觉这个，对。朵姐说：“哦。”刚刚梳完头发，没事，哎，现在很顺。这个是，然后起来吧。怎么办呀？那蛋糕这么大，我放在这儿。这个是魔星送你的哦。哦，好漂亮。这个、放这儿吧，要不？我觉得放这儿放不了。对，你把这拿着。哦哦。这应该。对对哦，这能放吗？不好放，会倒的。拜。是能放这儿。放这儿，这个看。也展示一下，阿远也。注意是，这是你哦，来，很重哦。哇，哎，可以看得到，哇，然后这个是哇，魔星送给你的
哇，好漂亮！魔仙给我的信，我要读吗？啊，读一下。给黄小主请安，一岁一礼一寸欢喜，又陪你走过了绚烂的一年，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浪漫。月包公主25岁，生日快乐，朝朝如意，岁岁平安。新的一岁，我们继续陪你一起执着于理想，纯粹于当下。你可以慢慢长大，我们会继续守护，万事皆可期待。你是人间值得，黄小鱼魔星梦幻岛全体魔星。收到魔星的祝福啦！哎呀，还有，我们今天有三个蛋糕，这先一个一个来啊，排队，排队啊！魔星第一，魔星第一，好，好漂亮！让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粉色的城堡，然后这是我是吧？这能吃吗？我吃，我要吃我自己吗？这个是吃的吗？大家解释一下吧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解释一下吗？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？好漂亮啊，蛋上好可爱，这就是我。这个是演唱会那个造型。对，演唱会的造型。这个会亮，我开一下。我来。好看，哎，看看。然后呢？我要拿叉子吗？这个先咬一口。你咬哪个？是不是得切呀？哦，许愿呀！哦，我还没许愿呢。这个每一个许一个愿。哎，没点蜡烛。这个蜡烛呢？蛋糕上有魔星，这些星星就是魔星啊。这个是魔星，这个是光。好，来吧，放这儿。两份，然后放这儿。52了吗？他们反过来应该是25吧？26啊，不行，怎么样都不对，因为是镜像，要不就点一支蜡烛吧。反着来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这样就对了吧？对吗？这真是52了，朵姐，算了吧，要不，这真，你不要挡我美颜。啊，对不起，你来，二号妹妹。就这样吧。哎，没有看。好，我点了。只能如此了。你离远点。嗯。你那个得快点，不然容易摔。祝你生日。好啊，准备许愿。谢谢，小心啊。真的假的？等会儿帮我吹一下，我吹不到。可以了。好。哎呀，他会不会把你的脸烤化了？不会吧，不要烤我的脸，我快一点。嘿。嘿，我一看啊，这个能不能换一个那个生日快乐的？这个不是海底捞吗？祝福你生日快乐。嘿，脸都烤红了，你看。嘿，不看了，烤出汗了。好，哦。啊！谢谢魔星的蛋糕。啊！直接这么吃了，好好吃啊！这怎么吃？这是，这是。等会儿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吃。这个回去你慢慢吃，一天吃一个。纸啊，我想要纸。
刚刚那个小品，就刚那个小品，小品。刚那个只是障眼法。哈的口气灭了，谁哈的？我没哈呀。哇，歌手是否能被放？对，你真会脚步。果然，哎呀，果然每天练歌就是有好处，这就。就根本不用用力啊，它就肺活量。生日快乐！哟，哎呦妈呀！尤其这是谁？生日快乐！哦，对好，对魔星，跟我一起许愿吧，我们的愿望一定都会实现。要不两一起吧，两一起吧。嗯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等一下，一起吧，一起向生日蛋糕许愿，面包的生日蛋糕会带给大家幸运。OK， 来一起，来一起，最后一个，等会儿。OK。好，这个来再来许个志愿吧。这是好几个，八个蛋糕三个蛋糕。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my children. 好。哦，好了。Yeah. 那就切这个蛋糕吧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个切这个吧。这个真的好吃吗？看着很好吃的样子。好吃。嗯。包在那个。对。应该是直接往上拿。对对对。Yeah.直接吃吗？直接切一刀吧，蛋糕不是得要切的吗？这个也得拿起来。哎呦，哟，我平常会舔这个，其实。吃蛋糕，第一刀，切下去了。好，再切一个，然后。给魔星，第一口魔星，呜、哦，大吃一口，大吃一口。来，等一下啊，我把它夹在这儿。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还有一个蛋糕，没事，好漂亮。好好看，魔星吃吧。好，那我吃了。吃动了吗？没有，评价一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就好。真的蛮好看的。嗯，要不换个？换个吧。嗯，换个我们最爱的。嗯，说让我多喝水。嗯，应该还有刀吧？一会儿。有别的刀。然后吃这个。放心吧，噎不着。哎，掉了。选一个蓝莓。听我的歌要会员吗？我人就在这儿。
他们让我喝水，我很乖的。喝水。难得直播没有一直在刷歌名。哦，喝水声音好大哦。对，我喝水声音就是会这样，我自己都没发现，名场面啊。可是我真的容易红，我说我的脸啊。你不会红的呀，可是我真的会红。本来今天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就是整个人都是丧丧的，然后一直播一看到你们真的很舒服，就完全就没有那种生病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要换刚刚的那个，该那个特别搞笑的那个，不是那个特别，哎，那个特别搞笑。好，来，嘿嘿，没事，这个就不用摆造型了。摆造型，我要带着我的旗帜，我的然后我的兄弟们在身上面摆造型。好，再来唱一个花花，花花，我一会儿再喝梨汤，一会儿喝梨汤。陆游云，我这个就是 WiFi， 跟着我走不迷路，关注一下主播，跟主播走不迷路哦。谢谢大家跟我一起过生日。饺子到了，这么多啊！万人什么时候安排上？看你们来不来，对不对？我肯定会开，你们肯定要来，对不对？绝对值啊，绝对不会亏。抢不到票怎么办啊？不会吧，怎么会抢不到票呢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。没事，这次有抢不到票的模型吗？抢不到，哎呀，万人肯定能抢到了。回贵州 K， 20号抢到了，19号没抢到。要如果买票啊什么的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遇到骗子，可恶的骗子。这么多，我尝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韭菜鸡蛋。韭菜鸡蛋，这是肉。吃饺子了，哇，这个味道。
我如果在家的话都会蘸辣椒吃。怎么蘸呀？直接吃不香吧？应该饺子蘸醋，35个饺子就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们这么多，这么今天3-4个蛋糕，我怎么吃得完？嗯，相信你自己。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大家，吃，不会。嗯，这个是辣椒，谢谢。这样，辣椒。嗯，冬至吃饺子了。嗯，查一下这个，圆满了。嗯。嗯。汤圆是真没有，我再吃一个，这是什么味道的？今天怎么变成吃播了？我需要一张纸，谢谢。完了。嗯。嗯。我听话，我不吃了。嗯，嗯，好好吃。喝水，喝水啊，听话。让他吃，可爱你，喝梨汤，梨汤我一会儿喝啊，一会儿喝，你们说说话。跨年在哪里？现在好像不能说，要等官宣。快了，快了，很快就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我看到有粉丝说的是对的，对的，哎，是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哦，是同样的场馆。哦，知道了。好的，衢州见。啊，官宣了吗？今天？哦，我都不知道。告诉我心声的海，我忍不住会唱一下。怎么还有人让我现在唱歌教学？真的是。嗯，要养嗓，对，马上要直播，直播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见到大家之后，我明天就会好了，明天嗓子就好了。吃蛋糕也可以教学，吃蛋糕怎么教学啊？直接往里炫就完事了。明年演唱会，这也就不方便透露了吧。然后也祝接下来要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哦。嗯嗯，大哥。嗯。测抗原哦，我就是着凉了，没事的。
罗甸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啊，就是我觉得大小井就很值得去，然后去大小井的天坑。我一定注意保暖，就是知道感冒的难受了之后就注意保暖。演唱会的观摄没有了，因为很多原因。其实我觉得那个观摄也还好吧，也没有很清楚。就还有一首是 Into the Light 还没发，对，魔星拍的好好，哦 ,8K 歌的，哎，我有看。我有看，拍了全程，好清楚啊，比我发的还清楚，真的。但是那个观摄的音频是，我觉得是音质是很好的，毕竟是内录的嘛。好的，大家再感谢8K 哥。我们要感谢8K 哥。想看我视角的粉海，我有发，就是自拍的那个。好啦，大家今天早点休息哦。小唐。哎呦喂，小唐你怎么来了？小唐你快出来。小唐你偷偷摸摸的过来，真的是真讨厌。还好魔星的眼神好，发现你了。好，祝小唐生日快乐啊，不是。祝小唐越来越美丽。来，大家看看我们好声音的时候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姚小唐唱歌，特别好听，自带修音，音准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。我都看不到小唐说话，大家刷的好快。小唐走了，不连了不连了。不会我们的爱正守护大海，是金子总会发光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能着急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所以不管大家就是最近呀很不顺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，会好的。就像我以前到北京读书也很辛苦，也不知道现在真的能实现梦想当歌手。哎，看看。小唐说什么？你们刷的太快了，哎，对，没事没事。好，其实我们也差不多结束啦，一直聊天，怕你们无聊，不耽误大家太久啦。反正就是会好的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佛系的，我通宵开玩笑的，怎么能通宵啊？怎么能通宵？通宵对身体不好，舍不得啊！哎呀，不要走！哎呀，直播还会有的，我们明年生日直播再见。说不定明年生日还有还能开演唱会呢，你看看，但年底好久好晚啊。
恐怕魔星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嘿，我没有暗示什么，我就是在读你们的内心。好啦，不要决战到天亮啦，全国巡演会有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说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会有的。嗯，嗯，接下来我会继续，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岁，25岁的肖云会继续拯救世界。他们说，12月22号是白天最短的一天，所以在这天出生的就带着一股对抗的劲。哎，正义的克星，对，我是正义的克星。哎，不是什么，你们把我说反了。我是正义的使者，邪恶的克星。我真的，我刚刚好认真了。正义的使者，邪恶的克星啊！遇到坏人不要怕，正义的使者在这里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就以我之躯替万人阻挡，与满身烈火碎裂又何妨？哪怕有一丝希望，哪怕有一道光亮，燃尽萤火微茫。哇哇哇哇！就以我之躯替万人阻挡。哎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，保护身体，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。健康平安是怎么努力都努力不来的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然后，希望大家每天开心，不要有烦恼。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可惜今天没唱歌，对不对？你们一直在刷歌，我真唱不了。我现在只怕是红尘似水，不好听啊，一股很虚，就很虚。好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我会喝梨汤的。好听啊，真的吗？不嫌弃我。不再眉间在心扉，淹没你与我已无路可退。浅唱一句，9:40咯，该休息咯，对不对？我们该说拜拜了哟。那你的朋友到了没？小杯，像小杯，小魔星，呜、哦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有每次再见的时光，就是很舍不得哦。下次演出多穿点哦。对，那个跨年的衣服，最近直播的衣服，28号应该就是还好，听说那里应该有空调，所以可能穿的不会很多。但是，31号直播我一定会好好保暖的啊！那到时候大家不要，我亲自选服装好不好？不要吐槽。但是我肯定不会穿个羽绒服就上去唱，为了要唱得好，我觉得既好看又保暖吧，尽量啊，尽量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保证让你们看到好看也保暖。穿军大衣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特别喜欢军大衣。保暖地，天堂宝宝，好的，穿长袖。不过真的很难找又保暖又适合舞台的衣服。本来想说穿那个很鲜一点的那种，就是那种比较修身的礼服，但是真的很冷，到时候零度，
我其实那天在衢州我还挺冷的，看不出来吧？那天其实挺冷的，然后估计31号会更冷，在同一个场馆。这次不，我再也不那么晚了。凶一个，我现在就很凶啊，我很凶的好吗？我告诉你不要惹我，赶紧去睡觉，快点睡觉，不要发了，不准发了，快去睡觉，拜拜，睡觉，真的是不行，好吧，还镇不住了是吧？害怕了，害怕了，哎呀，是不是每次说拜拜，我都会在这拖延很久？我不是母老虎啊，我很温柔的。真的哦，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要不一会儿太晚你们睡不着。一会儿太晚了睡不着。哎呀，我不凶，我其实很温柔的。刚刚那个其实不是我。那最近老打嗝，最近。哦，我最可爱了，撒娇，我才不撒娇呢，为什么要撒娇？请说，王子请睡觉，公主请睡觉，公主请早睡，各位王子公主们请早睡哦。哎，满意吗？有王子啊，我说了，公主殿下，舒服了哈。皮卡丘，你个不行，我现在想你个，算了。行，耶，去休息啊！我现在夹不起来，真的。下次吧，有机会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，皮卡丘，皮卡，皮卡。还是可以的。好了。好了，皮卡丘，拜拜，皮卡丘。我真的走了，真的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嗯，星辰大海听腻了，听腻了，听腻了，越听越舍不得，把它关掉，关掉我就舍得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听着大海不想走。哦，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安心的走了吗？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对不对？拜拜，好了，真的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真的走了，真的走了哦。那拜拜啦，很抱歉，再次跟大家说抱歉，今天没有唱歌。Sorry， 啊哈！怎么有只狗啊？啊哈！有只狗在这儿。哎呦，怎么有只狗？啊，天哪！小狗狗，小狗狗，哎呀，小狗狗，哦，小狗狗，哟，哎呦喂，哦，什么？哦，有只狗在这儿。哎呀，天哪！怎么了，小朋友？你什么？哦，小狗狗，狗在这儿，呼呼。这个小白，你是不是我的狗？你
要去哪儿到底？也不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吧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发作了，狗瘾发作了，好吧，我见到狗就是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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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就是不过来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哎呀妈，我真的走了，你看我已经按叉了，叉叉。确认，确定关闭直播吗？取消，确认。我应该按哪一个呢？我应该按哪一个呢？取消，确认。确认。